来来来，今天老头子吃大份，儿子你就吃小份吧。等会儿。嗯，老头子，这里有惊喜。惊喜？这么没惊喜了？老爸，你确定不吃大份啊？看，是你娘俩在整我。我靠，牛逼！嗯。嗯，哎呀，又一个，又来一个，赚了赚了。我这怎么什么也没用呢？哎，咋的？没有鸡蛋就不吃了？我等你先吃完，我好吃肉。嗯，咋样？日通骨拉面好吃吧？哎，好吃，真好吃。嗯，我娘在超市啊，就是日通骨的啊，卖5块一盒。我在网上买的，十几块九，给我发了十盒，你看看，我买了这么老多，给我发整整十盒，太划算了，这么便宜啊？嗯的呗。咱小侄现在上学嘛，我正好拍两单，我还给他邮一单。他现在上学，你知道，学生嘛，身材管理，你知道吧？所以说这个可愿吃了那时候。嗯，正好给他邮去啊。嗯。嗯。那我跟你讲，看他们班同学都问他在哪儿买的，还抢着要呢。那明儿你给你小侄子多邮点儿。行啊，邮一箱够了。嗯，一箱十桶的。嗯，吃饱了？吃饱了。哎呀，要是没猜错的话，妈应该是在这底下。哎呦，藏了什么好吃的？我的呀，记住了。有人。啊！这笑子学坏了，一个个瞪着。媳妇儿，吃饭了。啊，你不是要酸辣粉吗？啊！哎呀，这小妹儿，给个鸡蛋去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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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起开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呦，真厉害！给我拿张纸。啊，好，好，好，快点的，拿张纸。嗯嗯，嗯，是吧，姐妹们啊，咱们家一直卖的都是这个酸辣粉啊，一直卖的都是这个陈薯家的这个黑金版的酸辣粉啊，这个非常的好吃啊，采用的都是非油炸的纯红薯粉制作而成的啊，酸酸辣辣的啊，酸中带辣，辣中带香，香中啊还带点小微麻啊，这个是嘎嘎的好吃啊，而且呀它是126.5克的啊，一桶是啊，如果你喜欢吃酸辣粉啊，一定要去尝试一单啊，因为啥呢，因为它是非油炸的纯红薯粉制作而成的，吃起来更健康啊，一桶是126.5克的啊，姐妹们啊，如果今天你们下单啊，今天就是给你们发这个一整箱六桶啊，一共到手是六桶，只要23.9块啊，姐妹们啊，如果你喜欢吃酸辣粉，然后你还没吃过陈薯家的这个酸辣粉啊，那么我建议你一定要下一单去尝一尝啊，因为这个酸辣粉啊真的特别的好吃啊，酸酸辣辣的啊，东西给你们放在视频下方小黄车了啊，爱吃酸辣粉的姐妹们一定要去冲啊，不行啊，我可得来一口了。嗯，姐妹们啊，就是这个味儿啊，我跟你们说啊，吃酸辣粉一定要记住了啊，吃酸辣粉一定要喝我家这个酸辣粉里头这个汤啊，
你喝一口汤再嘬一口这个粉啊，简直就是神仙吃法呀。那可我跟你讲，就是你嘬口粉再喝口汤，嘎嘎的，我给你试试看。哇，你喝口汤。小样被我害起了吧。定个锤锤锤锤锤啊，我吃第一盘。吃的太香了，看着都饿了。嗯，哎，定更锤啊，又吃第二盘。老万加油啊，后面还有烧鸡呢。二来，崩溃了，我真的崩溃了。够谁吃啊？再来一罐，一人一罐。哎，你少倒点，你给我留点啊。家人们，我们吃这个香菇辣酱啊，非常好吃。我跟你讲，才1块多钱一罐啊、哦，它是由新鲜的辣椒和香菇制作而成的、哦。你是夹个米饭啊，配个面条啊，或者炒个菜啥的、啊、都好吃。最关键的是啥？真的是非常划算啊，才1块多钱一罐啊、哦！东西啊，给你们放在下方小黄车了啊、哦，喜欢吃的可以多囤两单。嗯，来二来什么来一来？哎呀，我去！等等，我太难了。今天儿子吃好吃的，儿子你们吃火锅吧。嗯。儿子，我再请你做两个菜。我妈还是对我，还得是我亲妈妈。先来一串。啊？这串怎么是空的？什么也没有啊！我吃的全都是空的。都是空的呀！让他吃空气去吧，我来吃自热火锅。那不给我吃火锅？管他呢，我就要吃好的。刚才还说妈对你好呢，现在又来抢我的火锅吃、嗯、一天天就知道欺负我。还挺辣呀。是啊，这是正宗的牛油锅底，当然辣了。哎，你也吃不了，你再给我点呗，一起吃。真不想搭理他，这川粉也太香了。烦死了一天天的，小气，这辣太上头了，越吃越上瘾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这里面蔬菜川粉都是自带的，看着他吃的可真香啊，就知道自己吃。吃他这个粉了。嗯，麦片粉 ，QQ 啥的，真好吃。妈，家人们，给大家推荐一款正宗的重庆自热火锅啊，它是牛油锅底的，里面啊自带川粉包和蔬菜包，这样一盒啊，在外面要15到20块钱，今天在我这儿，我给你2盒，再加2盒，
再加三盒，一共到手啊是39.9元，合着一盒啊只要5.7元，真的特别划算啊！你囤在家里呀、囤在办公室里呀、都是可以的。吃完之后啊，也不用刷锅，也不用刷碗了，真的特别的方便啊！我给姐妹们放在视频下方小黄车了，喜欢的话多去囤几单吧。5.7元一盒，确实很划算。儿子，你咋吃上火锅了呢？我给你好吃的，咋不吃呢？啥好吃的呀？啥也没有。你看看，